大家好，我叫崔峰慧，我是中国人。下面大家数一数，图中有几种动物？对，有十二种动物。那么。 这十二种动物叫什么呢？跟我读：十二生肖。十二生肖。那么，你们知道十二生肖动物的排序吗？ 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。首先，第一种动物：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。 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，很好。那么十二种动物学习完了，我们来做一个游戏。 这个游戏呢是寻找消失的动物，大家注意，什么动物消失了呢？对，是鼠。好，注意，什么动物消失了？牛。 下面注意，什么动物消失了？鼠。注意，什么动物消失了？牛。很好，那么这是什么动物？来跟我读。 猫，猫，很好。那么，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猫呢？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十二生肖的故事。有一天，玉皇大帝想找十二种动物。 当生肖，老鼠和猫是好朋友，他们想一起去报名。可是第二天早上，猫还在睡觉，老鼠自己去了。 路上要过一条河，可是老鼠不会游泳。这时牛来了，老鼠说：“牛大哥，我给你唱歌好吗？”牛说：“好。”老鼠跳到了牛头上。 唱起了歌，过了河，看见了玉皇大帝。牛说：“我第一。”这时，老鼠跳下来，跑到牛的前面，说：“我第一。”牛在我后面。 一会儿，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也来了，十二种动物都到了。猫起床时已经是中午了，它到了河边。 十二生肖已经有了，玉皇大帝也走了。猫很生气，说：“老鼠不再是朋友。”从那天开始，猫一见到老鼠就想吃了它。那么。 关于十二生肖的故事啊，我们来做几道题。首先，第一题：十二生肖中为什么没有猫？一，因为它起晚了。二，因为它不会游泳。答案是。 一，因为他起晚了。第二题，十二生肖中鼠为什么排第一？一，因为它游泳游得好。二，因为它最先到达。答案是。 二啊、呃，因为它最先到达。好，第三题，猫为什么对鼠很生气？一，因为它利用了牛的力量。二，因为它不遵守约定。答案是。 二啊，因为他不遵守约定。好，那么从这个故事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呢？首先，从猫的身上，我们得到的启示是：不能睡懒觉，要早早起床。 从鼠的身上，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呢？首先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找到解决的办法。第二，我们一定要遵守约定，否则就会像老鼠和猫一样。 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内容。刚刚我们学习了什么故事？对，啊，十二生肖的故事。来跟我读，十二生肖。很好。 这是什么动物？跟我读，鼠。这是什么动物？很好，跟我读，牛。这是什么动物？ 好，跟我读，猫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再见。